要成为航管人员，需要具备成熟的管制技能及成稳的危机处置能力。所以，航新管制之专长的养成教育是必须历尽大量法规研读，以熟悉各项机场监护设施及各种数据，举办跑道、滑行道及机库堡号码位置及各型机起飞落地天机标准。更重要的是，需熟练机场空中、地面、飞机所面临紧急状况的态样。 提供飞行教官协助及航管协调处置作为。好的，模拟器训练教室主要是透过上方12部投影机，结合高解析、伪造、轰照及塔台环境摄影。系统内主要建置松山、新竹、台中、龙潭、左营等14座军用及军民合用机场组织。 协助人员机组训练及进阶考核，模拟器除了不同机场场景切换，内建各种天气情境，可营造雨雾、雷雨等天候情况。这是为了训练管制人员对于各种恶劣天气的处置作为。飞行管制为塔台主要工作，目的为防止航空器与地面或空中发生意外或碰撞，确保航行顺遂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就是空中交通警察。这么多飞机使用同一条跑道，救护同事没办法阻止要通过同条路口。不同是飞机不会停下来等你想好，而是必须当下做出最佳判断，以维护人员及飞行安全。 首先跟大家介绍，本队主要任务为负责新竹机场 D 类空域内所有航空器起飞及降落管制，采安全、有序及快捷方式引导，防止航空器碰撞，并尽力让飞机安全起降。现在我们所在位置为7楼管制室，前方管制桌旁有4个萤幕，分别是自动天气观测系统、机场搜索雷达及跑滑道监看系统，功用为提供各项资讯给管制员参考。 协助飞行员安全起降。跑台采24小时3班制轮值，分别由机场席、饲料席及地面席所组成。机场席主要负责安排航空器起降顺序及航线调整，饲料席主要负责航站管单位协调及相关单位回报及记录。地面席主要负责安排地面航空器滑行及场面人车管制作业。 塔台配附拐两幺S1A及ANGRC1拐幺无线电，负责塔台与飞机之间的联系，并且将以上装备整合至 VCS 通信语音整合系统，以触控面板方式提供航管人员联系使用。好的，中央谢谢。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，今年国庆展演的 AJT。 永鹰高教机以及雷武小组 AT3 型机是从哪里起飞？没错，就是从新竹基地起飞前往执行任务的。对于国庆展演、职棒开球、战机冲场活动以及营区开放等相关活动，塔台扮演的角色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让战机准时起飞。在这之前要做足许多准备，不管是地面滑行隔离、各航站管单位的协调、空中其他飞机的航线调整，都是非常重要。 不能容许任何一点失误。航管工作不分平时或任务，而是随时都战战兢兢地执行每一项任务工作。因为航管人员的每一个决定，都影响数亿架次的飞机与无价的生命。